我没有真的是学过。我记起来了，他就是民国96年回转的那一位。哦，好冷。哎呦，我操！老板娘，我包饭给你，吃啊！等于自己穿，然后小伟有人帮他穿。这当然，他不会穿裤子，不会穿。谁在那边挑拨？原来是笨，就对。好假，这算讲出来。对，等一下。衣服要超超的，大一点，大一点。看风成这样，你看。我要晒死。对，怎么玩呢？我们要坐在他的牛头上面，牛头吗？牛头、牛背啦。对，谁能沉默一分钟，谁就赢了。输的人呢，就要表演不知名的疯狂孔雀舞。好，然后这个先后顺序呢，是按照黑白来决定的。好，出战怎么样？预备，黑白来。你，耶！第一个，第一个。两个都没有给的，没关系。两个都不。再来一个。天哪，很紧张哎！我没说过这首水牛。叫玩。你知道哦。我是一级。对啊。我是有补充的，还开始调软。所以呢，欢迎今天第一位男牛仔，还有二小美青少年。全身夹紧，不敢动，然后就连腿都夹超紧。来，欢迎赖志伟，赖志伟，谁加油？哎 ，OK， 然后准备上牛背，加油啊！来来来，志伟，你会尖叫吗？不要，不会。口夹紧，60秒钟，玩下去，麻牛开始动起来吧，牛仔，请加油了，哎，牛仔，就这个下来了，哎，加油，下去。好，在一段数在进行中哦，请加油了，来准备，把第二束还能启动起来啊！一起加油！来，好，眼睛看着头啊，好，准备把第三束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来大家试试看，哎，摇下去，摇来，你有微笑啊，你有微笑啊，好，注意啊！加油哦，哎！好，准备你的第四束。
错，阿海，请加油哦。准备进行到第五速，来，第五速，请加油哦！掌声有点奇怪的声音啊，来加油哦！哇，很非常不错哦，那直接过关了，来，请加油哦！虚哦，我突然觉得，可是好险没掉下，我刚刚很想放弃就直接跳下来，真的难不难？什么东西难不难？还蛮难，我赌一层一定会掉下来。第几关的时候最难？三关，三第三关第四关就这样。女牛仔，第一层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如果说我们之间这样的感情，就释放的压力，好是对了吗？动起来，蛮牛！来，牛仔，请加油！来，旋转开始哦，蛮牛！现在还有什么？来，加油！不要表情，来，你要微笑啊！哎，亲爱的这位女牛仔，你要微笑啊！啊，都可以加油了。现在第一段是我的牛，请加油啊！不能问你，你到三段去用一下啊！来，请加油啊！来，进行准备，第二段速，请加油了，来摇下去。也好啊 ，OK， 不错啊，不错啊，那也是我一般掌声加油，请加油，第二组位，好，准备好，你们在挑战第三关，我这个压力太大了，你知道，来准备好加油了，三段数开始旋转下去，一层呢，你不要猛鞠躬，不鞠躬，奶奶，来再鞠躬，来。谢谢大家哈，好，我们谢谢女牛仔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你好吗？是你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刚刚已经挑战完牛仔了，然后刚刚大家看到我们四位都过关的，然后尤其是我们最厉害的是像是依晨吧，唯一的女生，因为她到第三关虽然狂叫，可是还是过关，我们为她掌声鼓励一下。那现在我们都四个都过关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啊，也是。我还没有，我要介绍，我要请我们的关主出来一下，对，关主，欢迎一下我们关主。大家非常优秀，所以送给大家我们村内的许愿礼，希望大家能心想事成。许愿礼，哎，对，许愿礼，哎，是，对，谢谢。不过问题问题是，今天大家还是要带一个回忆回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叫大家怎么叫我们的西部疯狂孔雀？还是要跳？我们大家有点示范给我们看一下。你要在前面那一段走，然后你要完完全全的，可是不要跑哦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！对啊，这是一个自由发挥哦。对对对，应该来讲。好，一起来哦，准备了，坐下来，来，五六七八，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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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阿 K 也觉得是他的错，所以他再也没有去找小峰，他也没有多做解释。因此呢，当五年后小峰来到垦丁，一个他很喜欢的看起来就觉得景色非常熟悉，然后他非常有感觉的海边的时候，他看到远远的海浪处，噔噔噔噔，不是鲨鱼啦，是阿 K， 他从海里冒出来了，他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哎，他好像以前跟一个男生认识的时候，那个男生跟他的第一次碰面也是从海里冒出来的。
因此呢，他就对着男的很好奇，所以呢，他们也就慢慢认识啦。当然，阿 Ken 记得小峰，可是小峰不知道他。有他们交往啊、就是认识一段时间以后，阿 Ken 带他去他开的一家店里面。这个店里面呢，是自由让这个游客出，就是出租那些什么游艇啊、滑板啊、一些水上用具用的。然后他小峰就忽然想起来，嘿，这不是当年他跟阿 Ken 约定的梦想吗 ？So they fall in love again。当然，全剧终。其实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个结局呢，里面的爱情合约呢是帮小峰跟阿 Ken 设计的。可是没想这个到最后面结到最后面的结局呢，里面的主角却变成我跟小小。因为呢，阿 Ken 跟小峰在一起没多久之后，小峰他突然觉得他想去考女警，然后呢他就考到他的第一志愿，他去当了警察。可是阿 Ken 觉得这样子对他太不公平，因为小峰要跟他分手。所以呢，他就想尽各种方法去犯罪，去强暴人家，然后一直进警察局，为了呢，就是想见小峰一面。其实这事情过太久了，就没完没了啊。然后最后，因为我被小小感动，于是我就跟小小在一起，我们生了一男一女的小孩。然后呢，为了纪念小峰呢跟阿 Ken， 所以呢，我姓张嘛，所以呢，我一个小孩叫张小峰。然后另外一个男生的小孩呢叫张东健，对，就这样子，这就是完美的结局。希望大家在耶！我们现在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在跳的南湾，没错，大家会看到这边。人山人海，非常多人。人山人海，很热。是，防晒有擦过没？擦了。不错，今天没有穿外套。是因为擦了才没穿外套。大家想不想看《爱情合约》里面的？因为队长又有，因为你们都没有表演到，对不对？跳水而已。跳。哇，我有潜水，潜水就有在游了。没有。哦，我们等下可以来比，我们就来比比看这个谁的游泳技术最好。坚持冲！不要，不要！好了，走了。够了！冲！好。1, 2, 3。石头布。两杯我吗？他杯没有，就是你杯，你杯他嘛，然后他杯我嘛。哦，不是这样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耶！一个被输的。救命！全部重来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贺军翔。这个呢，我现在大家应该就这礼拜要播出《爱情合约》的大结局，大家应该很期待吧。然后现在我想先透露一点给大家，就是到了最后啊，就是结尾的时候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跟小峰呢产生了误会，然后他不理我，然后而我觉得我对人生就是开始茫然，然后觉得爱情就是让我已经。其实感到灰心的，就我准备要离家出走，然后背着大行李要离开，要离开台北，离开小峰，离开这个所有抛弃我的人。结果呢，我在路上出了车祸，然后结果出了车祸之后，就是因为血流过多啊，然后。
结果这个是很这个是很专是很严肃的哦。可是我当时在演的时候很想笑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呢，因为阿凯呢对我太细心了，然后我发觉最后我的形象也很大变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有点爱上阿凯，然后可是我发觉我之前对小凤爱也是真的，就在那种两难的挣扎当中，我是爱阿凯呢，又是还是爱小凤呢？结果最后我做出个决定，我决定出家当圣母，结果我就当圣母。各位看到这边呢，一定很好奇结局是什么？那我在这边呢，就跟你们讲一下结局喽。那相信你们已经看到，说我在里面已经慢慢的在开始看圣经，而且跟小小的关系越来越近了。因为自己看见阿 Ken 跟小峰，就已经说默默祝福他们。那在这边呢，最后呢，我就去当了神父。不过过了好几年呢，我还是忘不了小峰，所以我就卸下神职，决定不当神父，然后去寻找小峰。但是我发现呢，小峰跟阿 Ken 在一起还蛮快乐。不过最后呢，我还是恢复到木头的刚开始的个性，去破坏他们。最后把阿 Ken 陷害了，然后跟小峰在一起。这个小峰就还是会觉得自己对阿 Ken 为什么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？难道说阿 Ken 是 gay？ 等一下，这个不可能让人家相信，我越偏越离。结果呢，我在路上出了车祸。我后面讲，这个可以掰吧？最后结局，我刚已经透露很多。你说终于发现你的救命啊，还开心。哎呀，忘记了，对。就背着大包包，然后离家出走。你在笑啊？就背着大包包，然后离家出走。在笑。结果呢？对不起，等一下，我培养一下。不能笑吗？不能笑。你爱男生就是爱男生，你爱女生就爱女生。可是当你发觉你爱男生，你爱女生的时候呢？真没有办法，你只能选择出家。谢各位。这不是正常吗？希望大家在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美好的画面，谢谢。好烂！